Dear friends, welcome to watch our channel Home Biz Billionaire. Dear friends, welcome to watch our channel Home Biz Billionaire. <音>三块钱一斤，能便宜不？能便宜，买的越多越便宜，买的多就便宜呗。对，走，走了，哎，这不够吗？走走走，这还不够吗？你就装到不要钱为止。 老公，你真体贴。哎呀，不是，走斑马线撞死赔的多。我操你妈！操你死吧！操你妈！大哥，有人要揍我，你往后稍。好的，就你俩要动我老弟啊！打你老弟怎么的？动我老弟就不行，除非你他妈踩我尸体。我操！这个人为什么贱呢？ 我还他妈挺肉乎的。同学们，我们今天上一堂生动的户外课，你们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问老师。老师，牛顿的头发在哪儿烫的？滚！老师，爱迪生的灯泡在哪儿买的？滚！妈，老师，你妈逼，滚！老师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你看我是不是？你呀，哎呦，啊！你不是一般人，你是一个咋样的人呢？你这个表姐行吗？ 我不行了，阿哥，你还有什么愿望吗？我就想看看外面的星星。嗯，哎呀，星星来了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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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说没说？我错了，老公。有认全我。为啥还有睡了？想啥呢？不是，你跟他发展怎么样？他为我改变了很多。他为你改变了什么？他为我改了四次手机号码。相亲的，相亲的，你家能买起飞机吗？你家能盖起飞机场，我家就能买飞机。他们都不管我了，谁的孩子？孩子，我孩子是我妻子和别人生的。那你死吧，我再考虑考虑。考虑考虑，我要是让我早死。Thanks for watching Home Biz Billionaire, your global entertainment. If you like it, please subscribe our channel for latest news and movies.